实是影响到，因为有些大概有200公顷的莲雾是被氮磷巴给盖死掉了，那其他没有死掉呢，就影响到它的生长，所以它的地整个都碎掉，这是农民家里人，让他们直接去化的，做影响。吸水，然后让它休息，所以给你产量稍微少了，少一半，或价位呢，情况下它还是维持蛮好的价位。所以我觉得，今年大家能够享受到莲雾也挺简单的，所以价格呢就应该多支持一下。今晚支持农民的心，所以在哭了哦。所以农民也是能力非常强，非常强韧，他就立刻会站起来。所以而爱护我们的地产，当地生产的人，这个是全世界找不到这么好的。大家来品尝好吃的国宝级的水果，谢谢。